目前没有哈，我顺便跟各位分享到，早上在上课的，我已经有请上课的学员喝了两箱的那个舒跑了哈。然后如果早上没有听过课的，或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，任何的旅馆，你只要放在这边来，所以把它装饰就是一只猫头鹰了，还可以当笔叉哈。放到这个痕迹这边来，用风切眼里吹这个颠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再一次。重点没有来，表示这里可能没有这种喝音箱啊。那所以这个就喝吧。不一样，每一种猫的声音不一样哈，哭的声音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它来的话还会叫，来了吗？有了。被生物的那个声，那个还是说什么东西滴到水，所以反应上去看看是不是它飞过来是怎么样？猴子吗？还是刚才那个先生打喷嚏？口水喷到这边来、啊、好，这什么声音？这个是什么声音？你又太多了。喝这个也会酒醉吗？不是，你要越多大人醉大也会越醉。半酒，半酒好，送你一瓶，等一下喝完。多一个人吹了。喝完了，糟糕了，没有可以送了。空罐子要吗？不用了哈。好，回去的时候记得买一瓶饮料，好好的吹一下哈，好不好？好。